開始，首先我哋喺個鼻道中間攞個三角形，盡量以平嘅方法執完咗啦。跟住喺另外一邊，我哋再做。跟住之後啦，我哋剩餘嘅髮尾就可以電板、直髮板，進行一個內勾嘅方式，再作配襯。今日我哋空氣感同動感為主題嘅新娘髮型咁就完成啦。希望大家會喜歡，下次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